Amsterdam Zuid Station， 这是阿姆斯特丹的交通枢纽站之一。鲜少安静，总是拥挤，这里永远不缺赶路的人。不得不接受的 delay， 片刻的休息，出发，或是打发时间，在车站偶然遇见了朋友，打个招呼就接着赶路。人来人往，旅客交错，拍证件照的人，没来得及吃午饭的打工族，人物相同，心却相似。离开河岸上的风景，有时也会恍惚自己身处何地吧。也许要去哪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决定继续向前。